咱们打了胜仗。你们是准格尔的败兵吗？抢老百姓的粮食，这哪里像班师回朝的样子？大帅，军粮送不上来，我们总不能看着士兵挨饿不管吧？败坏了我的军纪，还敢顶嘴？要杀要剐没二话，可大帅，看在我们父一辈子一辈跟随您东征西战几十年的份上，让我们死在战场上吧，大帅！大帅，军法无情，饶你们不得，拉出去，各打五十人。大帅，大帅，大帅！将士奉旨回师，途经甘肃，大雨如注，连夜不开，道路泥泞持续，不能行军，炮车与兵械辎重更是难于运输，因此千年日久，其主子恕奴才迟慢之罪。妈了个巴子，这什么鬼天气啊，雨下个没完没了，这炮车辎重走不动，这粮草什么时候能送来啊？大帅，门下和珅皇上的奏报写好了吗？请大帅过目。得赶紧派一个干练的信差，用600里加急，把奏报给皇上送去。大帅，奴才愿做信差。你，奴才领着3等轻车都尉的饷银，却是当了数半的时差，请愿多出点力气。哼，你是怕大材小用啊？想争点战功，给自己争点面子。回鄂军们，仗打完了，军功也续完了，奴才当一回信差，也算不得功劳啊。这份奏报到了京城，皇上也免不了要询问详情，派和珅去，倒合适。行，我看这小子不光笔头子快，嘴皮子也够溜，就让他去吧。拿，和珅领命。驾。
皇上，您该起床了。小夫子啊，奴才在。哎，那漱口的青盐呢？搁哪儿了？青盐，青盐，昨儿不是说了吗？在哪儿啊？回皇上话，说好了。啊，在这儿呢。什么时辰了？啊，卯时二刻。你叫晚了，快快。万岁爷吉祥！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、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。此时的乾隆正值春秋鼎盛，西方大英帝国正称霸海外，不可一世。然而乾隆的王朝综合国力远在大英帝国之上，泱泱大国人口总数接近2亿，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。
起来吧。起，谢皇上。刘墉啊，臣在。怎么京城里的粮库不够用了？回皇上，臣正与工部合计在丰台增修几座粮仓，还没来得及向皇上奏报。这新修的粮库啊，一是要大，二是要注意通风防潮，这个事儿你盯着点。臣遵旨。臣丁文光启奏皇上，户部的银库也要增修扩大为好。这老百姓有句俗话说，这个叫花子捡了银子只愁没布包，你这个户部命官怎么也捡了银子了？富了你们都不会当家，穷了呢这当家就更难了。朕今天让你们看一个会当家的，叫进来。皇上有旨，甘肃巡抚王丹望觐见。臣甘肃巡抚王丹望叩见万岁。起来起来。谢皇上。王丹望。臣在。你在甘肃任上有6年了吧？回皇上话，臣在甘肃6年03个月了。正问你，你要据实回奏。这甘肃这2年旱情严重。回皇上话，连续2年干旱，颗粒无收。刘墉。臣在。甘肃赈灾户部用了多少银子？回万岁，户部库银分文未动。那么甘肃有多少人口呢？王丹望。回皇上话，除去衙门当差和驻防士兵之外，甘肃一省共有百姓965万3000人。2年干旱，一省饥民900余万，但是你那个地方百姓没有流离外乡，也没有发生民变，这很不容易啊。那你是怎么弄的呢？回皇上话，臣为赈灾，在平凉道上开捐纳捐，凡是捐200两银子或是50担谷米者，均可赏给国子监监生身份，所得捐粮已全数发给百姓，几百万两捐银，除了赈灾之外，全数用来修缮圣祖行宫和桥梁水利工程，请皇上训示。朕会有旨意给你的，你跪安吧。这这次他是回来述职的，朕已经听过他的奏对了。今天叫大起，是想让你们一块儿来听听人家是怎么当差的。甘肃闹饥荒，维持局面殊非易事，王丹望不仅能使一省灾民衣食无忧，而且还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儿，他身体振的爱民之心，朕要嘉奖王丹望。小兰。臣在。你说给王丹望的谕旨应该用个什么名目啊？皇上，王丹望宫中体过爱民如子，以臣愚戒称得上一代名臣。一代名臣。哎，那么朕算什么？
皇上是盛世之君，一代英主。你这一介书生啊，王丹望称名臣的话，朕就不是什么英主了。有名臣，就因为君主不英明啊！啊，全靠左右那些大臣们在那张罗着，于是大臣们的丰功伟绩就载入史册。皇上的这些话鞭辟入里，臣终生受用不尽。皇上言传身教，臣等受益匪浅。王丹望身体圣意，深爱百姓，这也是皇上调教出来的，因此臣以为他算得上是一位忠臣。对，朕就需要这样的忠臣。纪云，臣在。传旨，这王丹望仍留在甘肃巡抚任上，署理陕甘总督，加上三眼花翎。遵旨。各位大人，请留步吧，多谢了。王某就此告辞了。丹望兄，我老纪就喜欢大块吃肉，到了甘肃啊，如果有什么好的野味儿，可别忘了我纪云啊。丹望兄，你深受皇上倚重，前程无量，好自珍重。我们甘肃是个穷地方，既然皇上如此信得过王某，王某一定不负盛望，替皇上管好一方百姓，还望各位大人多加顾看。啊，这儿，这儿，六百里加急，这儿，这儿。六百里加急，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六百里加急，这儿，这儿。啊，丹望兄，上车吧。啊，好。甘肃今年下大雨了，十万兵马动弹不得，阿贵的队伍困在甘肃俩月了，你们看看咱们该怎么着。皇上，绿营被大雨困住，实在是老天的缘故，怨不得阿贵拖延，请皇上体谅，多慰勉几句才好。皇上，十几万兵马被困两个多月，粮饷一定供应不上。四川、河南两省今年大暑，存粮甚多，请皇上敕令两个省尽快的接济。再者，雨季太长，军中一定多病，特别是伤兵的药材更应及时供给。哎，阿贵的那个信差呢？这儿，这儿。敞开门。哎，你们，我要找西北来的绿营军信差，是和珅吗？在下便是和珅。还不跪下听旨？皇上有旨，宣和珅进宫见驾。奴才和珅领旨。Thank you.
你刚从西北军中来？是，奴才奉命送来军报。甘肃下大雨呀？是，大雨不断，满地泥泞，无法动弹。是，烂泥有一尺多深。皇上，大军进入甘肃两月有余，奴才估计着算了算，总共下了有47天的雨。嗯，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？如果是2个半天，奴才就折算成1天，所以正好是47天。起来回话。谢皇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奴才和珅。满人？是，满族钮钴禄氏，属正红旗。你在阿贵军中当什么差啊？奴才不长进，靠祖上军功袭了3等轻车都尉，在贵军们手下是书办。3等轻车都尉当书办，低就了。回皇上，奴才没本事，只配做书办，即使低就也是为国家出力，总比闲着没事好。怎么会闲着没事啊？你们钮钴禄族少说也有几百号人吧，养花啊，养鸟啊，泡茶馆啊，逛戏园子，忙都忙不过来呢。回皇上，这些奴才都没学会。没学会？那么学过了？是，奴才14岁的时候养过一次鸟，后来被家母知道了，动了家法，从此奴才只读书习剑，不玩物丧志。这么说，是你自己要去当书办的了？是，奴才毛遂自荐。好一个毛遂自荐！计算哪天晴，哪天雨，也是书办干的事儿。回皇上，奴才既在军中，就要研习军务。贵军们说，行军打仗，天气最为紧要，因此奴才就多留了一份心。这个甘肃也会有这么长的雨季啊？皇上，大军困在甘肃，的确是因为雨季太长。据奴才所知，甘肃这几年一直多雨。怎么甘肃这几年一直多雨？是，奴才这儿有甘肃前2年的晴雨表。皇上一看便一目了然。区区一个书办胆子不小，你知道僭越之罪，轻则加号充军，重则斩立决，想过吗？甘肃巡抚王丹望刚报了3年旱灾，开捐纳捐，赈济灾民。朕刚刚嘉奖了他，你知道？奴才死罪。可奴才所说句句属实，不敢有半句假话呀。来人。在。送松仁府看管。
甘肃没有汉在。王丹望是欺君冒阵。王丹望是前朝老臣，几十年下来了，谁会想到他会明目张胆的欺君呢？他一个小小的七品比贴士，是朕一手把他减拔成封疆大吏。他竟会这样大胆，当务之急是派人彻查他开捐纳监到底收了多少银子，他贪墨了多少。只是王丹望久立官场，近两三年来京城和甘肃之间官差商贾往来不断，为什么没有人参他？你是说即便派个钦差去，这个钦差和王丹望如果钦差也和王丹望有所瓜葛，这案子就难以彻查了。皇阿玛，给皇阿玛五叔请安。起来。皇阿玛，您不高兴了？鬼机灵！五叔，又是你惹皇阿玛生气了。这，五叔，你说您那园子里花呀、鸟啊、蝈蝈笼子啊，什么都有，你不在家好好待着，凭什么跑到这儿跟皇阿玛怄气呀、啊？你要是再这样啊，下回您抽大烟，我可不给你点火梅子。可了不得了，石哥哥这么一撂挑子，你五叔还不被烟瘾给憋死啊？哎，老五，你看，咱们石哥男装怎么样？哎呦，好，漂亮极了。是比他们好。练剑吗？是。爷，您吃的挺香的呀。我饿了。您心里头不觉得堵得慌吗？堵？我有什么可堵的？我看呢，您还是给皇上写个服便的折子吧。哼，我没有什么可服便的。爷就算办错了差事，也应该向皇上奏明，不是？要不这么糊里糊涂的关着，还不知道要关到什么时候呢？怎么，一天送三顿饭，你就不耐烦了？我是爷的奴才，别说送几顿饭，爷就是挨门乞讨，奴才也甘愿替爷打狗。可是，奴才我觉得这几天实在是委屈。你有什么可委屈的？好主子爷，别人不清楚，奴才我还不知道吗？您一心想为朝廷出力，三等轻车都尉去做了吏营书办，您这是忠心报国呀！不赏也就罢了，反倒给关起来了。哎呀，这叫什么事儿吗？放肆！啊！你敢妄议当今圣上？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小兰，臣在。嘉奖王丹望的谕旨是你的吧？是。你还记得怎么说的吗？回皇上，臣记得一字不差。甘肃巡抚王丹望数十年勤勉用心，侍候两朝主子，略无二致，当差六年于苦寒之地，无怨无忧，恪尽职守，政绩斐然。由于甘肃连年干旱，该巡抚用心谋划，
救灾之余还能造福于民，是为民之父母，国之忠臣。特加恩着仍在巡抚任上，署理陕甘总督，并赏戴三眼花翎，钦此。文采飞扬。王丹望现在在哪里？回皇上，王丹望已回甘肃。回去就回去吧。阿贵的信使送来了甘肃的晴雨表，说甘肃三年并无旱灾。你们说这是怎么个事儿？怎么不说话？臣丁文光跪奏，若说甘肃无旱灾，实属天方夜谭，匪夷所思。皇上可降旨给王丹望，令其奏明详情，以正视听。缓。这公布阿林安的折子。Yeah. 奴才阿林安跪奏，王丹望乃巡抚楷模，不容诋毁。王丹望几十年一直勤奋当差，所到之处无不政绩。缓。礼部阿斯哈的折子。算了，别念了。这刘中堂，欺君可是死罪，这个案子已经很明确。对呀，可是皇上为什么就没有个明朗话呢？是吗？哎，你的折子写好了？你的呢？咱们交换过来看看。朕让你们议一下王丹望的事儿。这些天收了你们60几个折子，朕都看了，都是好文章，个个笔走龙蛇，不愧都是有功名的。不过朕因此啊，心里也就犯嘀咕了。这些折子出自个人之手，理应有所异同啊，怎么会众口一词呢？都是替王丹望说好话，劝朕要爱惜功臣。朕因此想起了雍正甲辰恩科泄露考题的事。朕问你们，你们写这些折子是不是有人在居中调停，互通生气？皇上，没有啊。臣是第一个送呈军机处的，并未与谁商量过。皇上，奴才的折子没有和第二个人通过生气。若大家众口一词，无非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王丹望谢皇上着意讲业的大臣，不容随便非议。还有谁要说话？你们这些折子是顺着朕的杆儿在爬。
因为朕升了王丹望的官儿，又赏了他三眼花翎。于是乎呢，明明有人说甘肃无汉在，你们也都不闻不问不管了。刘墉、小兰，臣在。臣在。阿贵的军报你们不都看了吗？甘肃大雨，连夜不开，你们怎么就不多想想呢？你们身为朝廷书臣御史，如果不能慎思明辨，刻意用心，只看表面文章，那有多少事儿会从眼皮子底下溜过去啊？这可是做人臣的大忌。皇上圣明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当然，话也要说回来，朕到现在其实心里还不相信王丹望会骗朕，但这个事儿也不能凭他一时奏折为据，要好好的查一查。刘墉啊。臣在。你说这个事儿派谁去比较合适啊？回皇上，臣监管刑部，理应由臣去办差。皇上，臣也愿前往甘肃查办此案。叫进来。和珅觐见。宣和珅觐见。奴才和珅叩见皇上。和珅。奴才在。哎，你知道王丹望是什么官吗？回皇上，奴才知道他是巡抚，新近又署理了陕甘总督。总督可是一品大员呐，你冒犯了他，他随时都可以要了你的脑袋。回皇上，奴才只知道报效朝廷，没想到冒犯大员，若有蓄意诋毁，甘愿国法处置。好，朕要是现在让你返回甘肃，你有没有胆子管管王丹望的事儿？只要是为朝廷效力，奴才死都不怕，没什么不敢的。你即日就返回西北，查一查王丹望冒朕共收了多少银子，他从中贪墨了多少，然后据实回奏。皇上，切不可草率从事啊。皇上，派一个绿营书办去查办封疆大吏，可没有先例呀。朕现在就开这个先例。和珅听着，你挂李藩院左侍郎衔，前往甘肃查案。皇上，和珅是阿贵派来的信差，他还得回去复命。朕现在要跟阿贵借用这个书办。和珅。奴才在。你去，大胆的去，办好了差事朕会嘉奖，办砸了朕要严惩。奴才领旨。